在上学期，然后一直到十八岁毕业之后呢，就回老家嘛，老家在荆州那边，然后跟朋友一起开武馆。后来想来武汉这边发展嘛，就是刚好赶上这个武汉的疫情，然后现在这个教育行业的行情也不是蛮好，然后就想着先换个工作，然后现在在京东工资待遇也还蛮好的，然后就想着是等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呀，教育行业起来之后，然后再继续在武汉这边发展发展这个教育行业的武术嘛，想把武术发扬光大嘛。